伙伴打我们的真人 CS， 看到没？这些小伙伴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，来到樱桃姐身边，跟着樱桃姐做短视频、做电商的。每次放假，樱桃姐都会带着小伙伴一起出来聚餐、出来 happy。樱桃姐的目标就是带着我们团队的小伙伴边玩边赚钱，兄弟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Shoot.